今天赠送的1000条棉被是由代表会向各界人士所劝募来的，虽然只有1000条的数量，不能够充分地赠送市区贫苦的市民，但是代表会表示，希望社会热心公益的人士本着人力己力的精神继续捐献，把温暖分享给贫苦的人。嘉义市代表会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慈善活动，这一次劝募活动展开以后，每一位代表都很热心地拜访各阶层人士，而且获得很热烈的响应，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了预定的劝募目标。